买票，觉得票价很贵吗？很便宜，买起来。段子不好笑吗？很好笑，相信我，才不给你加烟肠，买票。2, 1, go。从台北到中立，隔离容你 ，feel me， 想要扣你 ，hello， 你在哪里？动了脑袋，想了 punchline， 为了让你笑出来，隔离两小时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TR Pro， 我是 MC Hello， 我是 Chill， 我是老 K， 大家好。为什么这么纯？对啊，这么纯。好了，今天我 MC Hello 还有溜球和溜车凯。他没有太多巴拉巴拉动漫的展，但他会巴拉巴说笑话，说三句拉我。今天的造型是？今天是我的跟装，凸显大哥，非常跟。那个波尔，美眉们都爱上我的跟装。歌唱歌里歌。那我好像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很大地色的人。好，母级的员工，我连本人都是大地色。啊，无印良品都，这个要认同吗？认同好像不会骂，不会，我担保你。今天是演这个失业的上班族，会坐在公园，就是那种打扮的一身那个，然后出门然后没有工作被裁员的那种，就是不敢跟家里讲，对，每天去坐公园，光鲜亮丽的。这种天气的人会失业，就是腋下死掉。好烂的。Young baby, please call me Mr. Quarantine。 主管休假需要你，再也不出去。休假打给我。我就是真的变成一个音乐工作室，第一次发生，好可怕哦！万一我们中了怎么办？担心这个啦。那个舞步叫做小偷舞。希望大家可以在 IG 学跳这个舞。小偷舞是一针一线的，超酷的是很相似啊。跟大家很简单。小偷舞就是蹑手蹑脚。身体是低的，但是头要抬起来。对，会被警察发现。哦，我要劫富济贫。我知道。慢慢走去，真不会加。歌唱歌里歌。爸爸要不跟舞步步的善人大牌，然后有他。有什么好 ？S 叫艾伦 ，S 叫艾伦。我在打的那个，好热啊！好热啊！我不是歌词里面冷气房吗？我完全没在冷气的状态下拍到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 MV 其实又没有女生。啊，对，算是我要写一首泳池辣妹的歌。对啊，就还是在西方三月拍。没有，还是没有女生，因为我们在公司女衣服很多。